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73页，373页第三行。下半段第十，智自在啊，从这看起，菩萨智慧具足，于一念中能现如来，是十念无为成等正觉，无障无碍也。这是华严经说的十种自在，从命自在、心自在，一直到说法自在、智自在，这十种。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，菩萨也有，菩萨的级别很多，从初心到等觉51个位次，一般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。他所得的自在跟佛就很接近了。八地以下各个层次不等都能够得到一些自在，是从定慧当中得到的定慧不能不持戒，所以华严大论都说戒是无上菩提本，能生一切诸善根，现在学佛的同学，很多人呢，把这个字疏忽了。研究经教的人多，最后都把经教变成知识。而没有看见智慧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没有戒定如果有戒有定，言教会开智慧也就是开悟，悟有大悟有彻悟彻悟我们就知道戒定功夫深，才能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如果戒定的功夫浅，就有小悟有大悟。古人常说即小悟成大悟，极大悟成彻悟有2-3年彻悟的，有10年8年彻悟的，也有20-30年彻悟的，
这个在历史上都常见。啊，那么现在最近的一百年来，没听说有开悟的，得定的有机会大德。啊，像虚云老和尚得定，没开悟。由此可知，戒定是学佛人的根基，一定要重视，一定要真干。啊，我们学佛的目的才能达到，才能成就这十种自在。啊，智是般若智慧，啊，菩萨智慧具足，全时而知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下面文说到了，于一念中，能现如来的舍利四无畏尘等正觉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他就能现佛身而为说法，能现化身，能现应身。啊，现应身就像世尊一样八相成道。啊，这是智自在啊。经云最深自在，经上的话，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。最深自在呢，应如《法华经》，佛自己说的：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”啊，圆满。究竟呢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十种自在。这把最深自在具体说出来了，佛才能够演说如是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是无比的稀有。学一遍决定不够，啊，古人说的话是很有道理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这一部经能读上一千遍、两千遍不难，它不长。啊，一天读十遍是很普通的事情，一年就一千遍，一千遍能不能开悟呢？不一定。为什么？读经要知道是以读经的方法修禅定，三昧没有现前的，
啊，那么2000遍、3000遍、10年读10000遍，哎，如果10年读10000遍，肯定你证得念佛三昧。纵然不能大彻大悟，大悟肯定达到。啊，彻悟那是见性。啊，大悟虽然没有见性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这是大悟。啊，有没有学呢？没有学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啊，一接触，啊，一听到，一展开经卷，就知道。啊，大悟尚且如是，彻悟，功德就可想而知了。方法有，不难，难在恒心，难在心愿。啊，相不相信？肯不肯干？这个是难的地方。啊，最后这一段，谛听为主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啊，分别解说。这个应该是四句经文啊，四个字一句，四句，它这个下面把它连成一气了，啊，连成一句了，啊。这是世尊答应他了，阿难祈请，这世尊答应了，啊，劝他谛听。谛听，念老注解里头有个挂虎，细心听法。啊，实际上，这个谛听呢，是用真诚心、恭敬心啊，幸运心这叫谛听。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。这跟世间法不一样，没有沉浸心，佛来宣讲你也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听不懂啊，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佛法要从真诚恭敬当中学，没有真诚恭敬，佛菩萨来讲经你也听不懂，要白听。啊，我曾经说过，六祖慧能听《金刚经》，为什么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？啊，没有别的，具足沉浸心。啊，具足就是我们所谓的万分沉浸。
沉浸到家了，那一天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他跟自信相应。如来经教字字句句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，一具足沉浸就跟自信相应。所以自然就契入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我们能听多少啊？跟自己的真诚恭敬心成正比例。善知是为所闻的义理。幕后这一句，无当为汝分别结束。下面就正说了。到这个地方别序讲完了。下面念老特别为我们做一个说明。别序又名发起序，改为发起全经的正文。现因阿难其问，世尊允许解说，说言辞就近方便，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。现在在这个世界，认识净土的人不多，那么当然真正修学也就出现许多问题，让社会大众对净宗产生疑惑。这个法门深广无尽，最极圆顿，我们在前面学过，超过华严法华，这一篇经里都说过，法华、华严是圆顿大法，从真实利益上来说，华严法华都讲到最极圆顿，但是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，没有看到最极圆顿的人。没看到，那么净宗最极圆顿的真的有往生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了。所以从真实利益上来说，本经最极圆顿有证据，有人证。华严法华的最极圆顿没有人修成。于是教是圆顿，根性不是圆顿。
啊，花言法化如是，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也如是啊。啊，修行的最好的到哪里去了？天道去了。要不然呢，又回到人道来了，这都算不错啊，不涉人身呢，又到人道来。到人道来，可能继续再学啊，都不如往生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无论是哪一个品级啊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得到阿弥陀佛第二十愿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这就是最极圆等。阿惟越智是宗门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个等级。每一个往生的人自然证得，不是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，弥陀无量界所修功德的加持，他得到了，个个得到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理上讲有四徒三辈九品，事上讲它是平等法界。啊，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他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他的自在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到哪里去找？设方诸佛刹土，一切大乘经里头都没有。这是经中无比的殊胜啊。世尊不是一次说，这一部经从头到尾，这个说法说了好多遍啊，处处提醒我们啊，叫我们不要疏忽。但以此乃超前理解，不可思议难信之法。他说这真难相信啊！啊，众生情执深重，信不能起。对，信不过。故于发起虚众，深入真心，共计五重。啊，这个是念老在幕后将这一篇经文做一个总结，总结里面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这很难得。啊，里面讲五重，真如啊，深入真心。这样的经非常稀有啊，大乘经里头没见过。
大教缘起里面经文并不很长啊，具足五种真性。第一，世尊放光显锐真性，啊，讲本经之前放光，等同法华华严，这个太难得了。那第二呢？阿难欢喜起问。阿难的问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阿难见佛放西游之光，心里想着必定是住奇特之法，道思之行，最深之道。但是此法此行此道，必是佛佛相念，而非其他。这个佛佛相念就是念佛啊，显示出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。啊，这样殊胜的法门，我们学了多少年，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。这什么原因？不是经的理论有问题，不是经的方法有问题，是我们自己真诚心有问题，恭敬心有问题。问题出在这里啊，我们对这个法门没有足够的信心，对于往生没有真正的愿心。为什么？对这个世间还贪恋，世缘还没放下，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要是真心真愿，对这个世间一丝毫都不沾染，就能契入无量寿的境界。啊，中国古人教人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这一句是真实的教诲。啊，有问题了，问题决定不在外面，决定在自己。啊，回过头来呀，去反省，你才能把问题找出来。啊，佛今天讲这部经就是念佛，念佛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，这个放光显锐就不可思议了。二者呢，阿难何能问此妙义？啊，阿难怎么能够问得出来？如此微妙义理，超出一切大经呢，他怎么能问得出来？正表阿难本是德尊普贤，从国相应之大菩萨。阿难是大权世贤，不是普通人。
在这个会里面，他事先的身份是粗苦。啊，实际上，阿难的位置至少也是等觉菩萨。啊，跟文殊、普贤、观音是平等的，才能闻得出来。啊，小乘粗口怎么能闻得出来？所以他本是得尊普贤，从果相应，果等觉以上啊，果啊！啊，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此地示现成佛度众生。他跟师尊有缘来随喜做影响众啊，事先一个粗果须陀洹的身份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，就像唱戏一样，师尊唱主角，他来唱配角。台面上身份假的，幕后才是真的。啊，幕后是大菩萨。说会中纯一无杂，这一句话说得好。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一会，这一会里头的大众纯一无杂，里面这些所有的人全都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来实现的。啊，哪些人呢？世尊常随弟子1255人，都是大权世界纯一无杂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。言说原因呢、啊、言是表演。啊，谁表演呢？这些大权实现的人在表演。释迦如来说，啊，这么多人呢在表演，见证事实。啊，今天因缘成熟了，现前的众生确确实实听了世尊说法，能信能解能行啊，能往生，这个缘就圆满成熟了啊，会中殊胜呢，正表妙法稀有，真正是难能可贵呀！啊，第三个，第三重真心，这是世尊赞叹慈问的功德难思。佛说，当来一切寒年，当来是将来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就是当来，一直到我们今天全在当来之中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，末法还有9000年，
佛的法运12000年，正法10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。正法相法过去了。佛教传到中国是正法的幕后，相法的开端，所以整个相法在中国。正法佛说了，戒律成就，相法禅定成就，末法净土成就。禅在中国确确实实开花结果。六祖慧能大师出现在中国。他第一回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43个人，空前绝后。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盛况，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这个盛况。一个祖师会下有3-5个人开悟的就不得了了，很少很少，传一个传2个的很多，传5个人不多，这1000年我们看五灯会员，看禅宗的传灯录，这2000年来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年，第一个1000年。大略的估计，开悟的人应该有3000人，这已经非常可观了。可是净土成就的，从庐山圆工开始到现在大概1700年，念佛往生，圆工自己那一回庐山东林念佛堂123个人通通往生了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123尊佛，这得了。从这以后一直到现在，真正念佛往生瑞相稀有的时有所闻，这1700年我们保守的估计也超过10万了。有凭有据，哪一个法门真实利益能跟念佛相比？这一点不假。
啊，那么这个念佛法门，实在讲呢，就是阿难尊者这么问出来的。所以佛赞叹他，这一问呢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一语道破净宗法门，所以兴起的真因。得力阿难尊者这一问呐、所以本品品题叫大教缘起啊。第四重呢，佛告阿难：如来之所以出行于世，只为与真群盟，会以真舍之力。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。因为它太重要了。真实的利益不仅是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六道轮回小利益，真实的。阿罗汉真的。脱离十法界是真实利益。如果不是念佛人，脱离十法界了，多半都是到华藏世界。亲近卢舍那如来，毗卢遮那是法身，卢舍那是报身。但是华藏世界很殊胜，跟极乐世界比就逊色很多。所以华严会上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，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结论，将华藏世界卢舍那佛的报土里面所有的菩萨，就是41位法身大士，通通带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跟着多数人，太稀有了。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这些菩萨证得才算真正圆满。真实利益讲到无以复加了。说云何会于呢？怎么给他呢？这危难弥陀愿海六字后面。这是十方刹土里头没有的。阿弥陀佛48愿呢、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，六字后面呢、多简单。一切众生上至等觉，下至无间地狱，男女老少贤愚不肖，个个人都能学，个个人都能成就。纵然是造罪业，
无逆舍我，回谤大臣，命终之前，真正能够忏悔，能够回头，后不再造，信愿持名也能往生。这法门再找不到了啊！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，不但是说明书，它是保证书啊！这一句佛号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。啊，真正发愿，没有一个不能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，这才叫皈依真实之力啊！所以从真实之力上，这个经是第一。啊，华严法华不能跟它相比，不但在娑婆世界是第一，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法中，他还是第一啊！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他们的弟子往生极乐世界啊！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成佛快？一往生就成就了啊！不到极乐世界修行时间很长，要无量劫，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！这就是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称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全在利益啊！真实之机，真实智慧，诸佛都平等。真是利益不平等啊！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不认识字，没有学过经教也行啊！而且成就的果位不输给这些啊，认识字、研究经教的，不输给他，有的还超过他们啊。欧耶大师说得好啊，能不能往生呢？完全在信愿之有，真心真愿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，品位高下，全在念佛功夫的深浅，不是多少。念佛功夫深，什么是功夫？放下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的功夫就越深。那你要是放不下，可能你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业障啊，障碍你自己啊，烦恼障碍你自己啊，你得把烦恼业障放下啊。这个法门待业往生，待旧业不待新业，待过去不待现行啊，现在造业不行，不能往生啊。过去没学佛之前，
学佛懂得这个法门之后，再不能造业了。造业，对不起阿弥陀佛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，云何会语，在为奈弥陀愿海六字后面，这一句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啊，经中就靠这一句。正因阿难之问，而其事如是妙法，稀有难逢，如有昙花。当来一切众生，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，故佛赞阿难。这真心啊，这第四种真心啊，第五种世尊深知。这两个字显示出世尊无尽的慈悲，啊，深知此是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这个法门难信易行，成就特别殊胜啊，真的是难信啊。我们有没有相信呢？我们都实现了，用张家大师的标准来测验，问题全出来。啊，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你真正做到就是真心，没做到假的，不是真心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这个念佛是不是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间断？这就真心。如果这句佛号常常会断掉，常常会忘记掉，你的心有问题。啊，佛说了这么多，殊胜，还是不相信。啊，每一天还是会打妄想。还是有杂念，还是想东想西，对，没信心。真正有信心，一分一秒都抓住。我要念佛，我决定不能空过一秒钟。啊，那是，那是这个经上说的，你真相信。难行难行啊，啊，真正能行的人完全看信心，信心肯到，恳切到家了，像云阔法师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。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，你还有十年阳寿，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。啊，法师向阿弥陀佛请求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走。啊，弥陀答应，三天之后来接你。第三天果然，佛接他往生。这个事情
记载《净土圣贤录》里头，《往生传》里都有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为什么人家三天就行了？他相信啊，信就不难了，不信就难了。我们今天是散乱心念佛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个与净宗理论方法不相应啊。还是没信心，这才知道真难。怎么办？培养我们的信心，用什么方法？用读诵听经，刘素云居士在这个南信之法建立信心。他怎么建立的？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，从来没有间断，而且就听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还不听别的。听的光碟是老光碟，很多年前讲的，他就不换。就一样，一天听十个小时，听了20多年，但信心从这建立的，一门深入，他没有两样东西，我们看他。念佛修行，为人处事，确实他真做到了，老实听话，真干，这六个字他做到了。他写的句子写得好啊，结界往生给他做正传，他能说，外面人没看到我，结界来表演，表演往生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说走就走，一秒都不差。做出念佛往生的殊胜，往生之前的一两分钟跟大家有说有笑，时间一到，跟大家挥挥手就走了，笑眯眯的走了，佛来接引，他看到，别人看不到。他坐上莲花。大家给他讲，我们虽然看不到，你的动作让我们知道。他就是，我现在坐上莲花了，我在阿弥陀佛身边。现在我到极乐世界了，跟大家挥手就走了。他表现这个来表法，明显地告诉大家，现在很多人不相信这部经，他说我就要来做给大家看看，他就是学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
学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啊，学我这些年来的讲解的录音，这个录像带，啊，他就看这个，而且看的时间不长，啊，大概两三年，他妹妹学的时间长，啊，大概将近20年，他只有3、4年的基础。啊，他有信心，他不怀疑。啊，所以他说，我来做表法，让大家知道这个经本，这个注解是可靠的。啊，就这个修成的。啊，事先做正传。无非让大家生起信心的，啊，他说他还有10年寿命都不要了，啊，所以这是世尊深知此，设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不但是我们这个世间，四生法界。知正觉事情都是难行之法，故小喻众生曰：如来智觉难量，神通无碍，定慧究常，于法自在。这我们前面听过的世尊自己来作证呢、啊？世尊所说真实不虚，万物清晰，但当良心。这个人真的就有福了啊！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这一次当面错过了。啊，要知道，人失去人生，再得人生是非常不容易。啊，我们自己必须认真反省，我们的三规五戒十善，及不及格？三规五戒十善要不及格，来生得不到人生。啊，得不到人生哪去了？三恶道去了。三恶道去不得。为什么？进去容易，出来好难。出来太难太难。那必须在三恶道里头把自己的业习烦恼消磨尽了，你才能够再得人生。你说多麻烦啊！所以三善道、三恶道，我们都必须知道，那是自作自受，不是哪个人建立的，是自己业力变现的。你修善积德，现三善道啊？为什么呢？消福报。你那些不正当的念头、不正当的行为，就是三恶道。三恶道消你的罪业，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明白，善恶都不要走。
啊，断卧修善，不起断卧修善的念头，这叫静业。啊，断卧修善，通通一心念佛，不要把善恶放在心上，不要将祸福放在心上，祸福是果报。啊，因果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叫放下。啊，事情可不可以做？可以做。心上不能有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不是说事都不能做，事不能做，释迦就不必出世了。释迦出现在世间，四十世寿80年，他什么都做啊！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。啊，什么都做，什么都不做，这话能听懂吗？什么都做是事。什么都不做是心，做了80年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高明啊，这真高啊，那菩萨要学的。断卧修善是做给别人看的，做榜样给别人看的，让人家生起信心的。自己心里头可不能落痕迹啊，自己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。对初学的人讲，一切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不求人天福报，我也不会堕三途啊，这叫敬意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所以世尊所说的，决定要相信，这是真实不虚。啊，万物清矣，但当良心，这个四句是6个字。我们要放在座右铭啊，是乃欲施我等啊，这是小玉开示我们了。佛是果觉，我是凡夫，这一定要承认的。佛是究竟圆满的果觉，我们是凡夫。啊，什么是凡夫呢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。啊，也就是说三大类的烦恼同时去做。无明烦恼、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。一品都没断。怎么不是凡夫呢？言可以凡夫愚昧的分别心妄测如来甚至啊，学佛人犯的通病，犯的大病就是这个。我们把自己身份忘掉了，以为佛也是凡夫，我们会骗人，以为佛也会骗人。完全用自己来比佛，这就错了。
这是万万不可以的。世尊在华严经上确实说过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他是心作佛了，他圆满做到了。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，没有起心呢，没干呢。啊，怎么干法呢？就是二六十中佛号不断。啊，学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江，那就是真干。啊，他给我们表演的是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他做出来了。啊，他的阿弥陀佛日夜不中断的。老和尚教的方法好啊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懂，奇笨无比。啊，学什么都学不会。啊，学一个赞，学几天都学不会，老人算了，别学了。阿弥陀佛行不行？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会念。这个容易。那老和尚说，你就念这一句，念累了就休息。休息好了接着念，一直念下去要准有好处，他听话，他真干。念了三年，你看人家欲知时知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，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。啊，站着往生的人有，往生之后还站三天没听说过，大概只有他一个跟我们表法了。那你看三年就圆满了，这样的功夫啊，地仙老和尚对他赞叹备至啊。啊，他没有真，没有别出家了，给出家人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你看出家真修，三年这样殊胜的成就，啊，老和尚甚至于说，天下红宗言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，这是智慧啊。名山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啊，那是佛宝，大伙人是佛宝，你看有个智慧不如你，佛宝也不如你啊。你一到极乐世界，我们知道阿惟越智菩萨啊，他的品位决定不低啊，他的影响是永恒的，世世代代的人听到他都想跟他学，从他这个表演建立信心，增长信心。
念老在此地劝我们，但当信受啊，彼满所愿。你只要相信，你只要能真正接受，啊，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去修行，你一定成就，你决定往生，你决定成佛。啊，再看末后这段，由上可见，今之续分，全为真心。啊，续分以什么为宗旨？以真心为宗旨，没有证据怎么会叫人相信？本经小本之宗，偶业大师之为信愿持名，这四个字，印光大师集成。印光大师一生自行化他，就这四个字。啊，他老人家用了16个字，这4个字是核心，是主要的一句。啊，前面2句顿轮精分，行邪存诚，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这16个字是印光大师的心印。印光大师的心，印光大师的愿，就这16个字。他老人家的一生，就是表演这16个字。啊，顿轮，轮是人的类别。啊，五轮。那么出家也是轮，轮是伦理。啊，出家了，要把出家这一轮做好。啊，这一类人做好啊，要尽我们的本分。啊，顿是亲爱的意思。啊，出家人应该互相尊敬，出家人一定要守六合敬。啊，这才对得起释迦牟尼佛。如果出家人不能够修六合敬，那是破坏僧团，那就错了。啊，你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来，你要和睦僧团，你不能破坏僧团。啊，所以古德有所谓呀，若要佛法心呢，除非僧战僧。啊，出家人都是释迦的弟子，不管学哪个宗派，都是佛所说的，都不可以批评。啊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传的。啊，你要说我这个好，那个不好，不可以。像一个学校，院系很多，那大家在一起学都是同学，院系不相同，不能说我这个好，你那个比我这个差，不可以，平等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佛说的这么清楚，你怎么可以分？
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？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。你喜欢学哪个法门，你自己选择。真正喜欢的，你容易学习，容易成就。84000法门，我们是凡夫，没有能力选择。到底哪个法门好，那就得听话。听释迦牟尼佛的话，佛在大集经上说了一个方向。佛说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那我们想想，我生在末法，末法净土成就，我修这一门大概就不错了。末法我修禅，未必能得禅定，未必能开悟。末法修戒律，未必能证阿罗汉果。确实啊，正法时期修戒律的、持戒的，就能证四果，就能成阿罗汉。相法时期修禅定的，确实能得禅定，能开悟。末法时期现在没有了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现在修禅定，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。老一辈的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，没开悟得禅定啊，现在得禅定都没有了。他自己跟虚老和尚修过禅，晚年放弃了，一心念佛了。这个注解搞成功之后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天14万声佛号，在干什么？告诉我们真干，追顶念佛。他身体不好，晚年身体病很重啊，我就看他的时候，佛号不离口啊，我这一生只看到两个人，第一个看到张家大师，张家大持咒，真的分秒必争。一秒钟他也不会空过，他跟你谈话的时候放下来跟你谈话，话谈完了之后，他那个咒就又接着念了。金刚持，我们看他口动没有声音，没有看到他休息的时候，他口不动啊，没看到。第二个我看到黄念老念佛，分秒不间断。这就是张家大师的标准，真正相信。现在这个相会断掉的，不相信。相信他怎么可能断掉？断掉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了，不断有把握。越念越欢喜，法喜充满了，真有把握往生啊！所以三资粮缺一不可，而心俱守，其要可知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心，
啊，第二个是愿，第三个是念佛，就是三个条件。啊，真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我老家，我一心想回去，哪有回不去的道理？啊，阿弥陀佛，欢迎你回去，必定来接引你。持就是保持，就是执着。啊，大乘佛法是破执着的，叫你不要执着。就执着这一句佛号，啊，净土法门就准许你执着这一个名号，这名号以外其他的你都得放下，不能执着，只执着这一句佛号。啊，续分钟。先说此经之本，乃真实之基，故可信。华严真实之基，法华真实之基。啊，真实智慧这是相同的，跟佛这相同的，但是真实之力呀，华严跟法华比不上这部经。这个要知道啊。从真实利益来讲，这个经是第一经的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所以一切经教通通放下，专搞这一门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就一心一意就想求生净土，别的通通不搞了，全都放下了。啊，有一天寿命，我们就学习一天，决定不放松。啊，这个经前后我讲了，这是第十三遍的。啊，早年讲过十遍，是会基本。但是没有用念老的主解啊，这一次想想他住得太好了，费了六年的时间啊，我发心讲这个主解也是报跟念老我们晚年呢相遇知遇之恩。在那个时代，国内弘扬这部经的他一个，我在海外也是讲这部经。啊，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。非常难得了。本经之用，乃广惠众生真实之力，故引信。啊，这说明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实相，就是法性，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，啊，也叫自性。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，不是从阿赖耶里头出来的。阿赖耶里头出来的靠不住啊，
自信流出来的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真中之真呐、啊，信愿持名是利中之利。啊，这怎么可以不信呢？下面说何谓真实之己？真实之己什么意思？正如莲池大师苏超中所开口便道者，这指莲池大师。他老人家所著的《阿弥陀经疏钞》第一句，他就说出临民动车，战机长痕，非浊非清，无悲无相，大哉真体，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为自信语。这是莲池大师苏超开宗明义第一句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故知真实之己，即当人之自信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。啊，后人把它编在《三字经》里头，教小朋友。第一句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那个性是自性，那个性就是佛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的教学，你看第一句就把教学的宗旨说出来了。啊，教育的目的是什么？叫你回归到本性，回归到本善。啊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，帮助你成佛。你见到本性，见到本善，就成佛了。这是圣贤教育。不是世间教育，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圣贤君子的文化，不是世俗的文化。用世俗的心态、世俗的方法，决定求不到。你去学、去讲、去做，全都变了样子。啊，今天传统文化恢复难，就难在这个地方。人心里头没有圣贤君子，学圣贤君子的东西，他就学不像。啊。马来西亚纳吉首相，我们谈的时间很长，就谈这个问题。啊，他很聪明，他懂了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啊，所以他跟世俗教育完全不同。啊，世俗教育的博士再多，教不了这个课程。啊，马来西亚办了个汉学院，啊，他就问我，得请哪些老师？我说现在老师没有了，圣贤君子到哪里去找？没有了，博士很多啊，
博士教不了这个课程呢、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我想了个办法。在学院里设研究员。啊，名额100到200人。是研究员。这些研究员在中国古籍里头。啊，首先奠定圣贤的基础。德行。理念。啊，方法经验告诉大家，讲清楚讲明白。然后他们自己去研究，一门深入，不要搞太多，一个人就专学一样，学上10年，他就有非常可观的成就。啊，学哪些书呢？我说现在就用这个群书之要。群书之要里面一共是有65种书，啊，就把这65种书啊，当作这个学院第一届的标准课程，这65种，啊，一个人可以学1样、2样，顶多2样，不要学3样，太多了，精神分散了。啊，10年之后，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，这就成功了。啊，如果再加上个10年，再深入，他就变成大儒了。啊，可以达到什么程度？达到孔子、孟子的程度，那世界就有救了。20年，如果这个人是30岁，正好50岁呀、啊！啊，出来讲学，对全世界讲学，我劝他护法了，啊，他非常喜欢，这是。为全人类造福，啊，那这个世界真有一线光明。10年之后大放光明，啊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，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疑难杂症，啊，达到天下太平。莲池大师这5句话都是形容自信的，灵敏洞彻，啊，这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本具的圆满德能，确实灵敏洞彻。啊，灵是形容它的活跃，啊，明是它的观察，这一个字代表了6根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还有识，意识。啊，对于宇宙万法。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虽然不具足六根的相，六根起作用。啊，湛极长恒，照见他自体不动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20个字，跟这个意思相同。啊，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这个清净就是湛极长恒，长恒不动。湛极是清净的，黎明动彻是照见的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，无悲无相，非清非浊非清，这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对立的，啊，两边不立。中道不存，清浊是两边，相悖是两边，他没有，他没有时间，他没有空间，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佛在楞严上说的。下面是赞叹，大哉真体，体是宇宙的本体，宇宙依它而现。万物依他而现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依他而现的，没有一法不是依他而现的，它是一切法的本体。啊，不可得而思议，就是你没法子去想，想不到的，也说不出。啊，思想第六意识想不到，言语说不得，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。动念是想，一动念头就想错了，一开口就说错了，这叫不可思议。啊，不可思议就不能想，不可意就是不能说，它真的，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你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它是真的。你能够想象的，你能够言说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真的不可思议，句句是实话了。啊，所以这就是自信。啊，大哉真体，其为自信。故知真实之己，即当人之自信也。谁自信？就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啊，我们自己的自信，跟释迦的自信，跟弥陀的自信，跟一切诸佛的自信同一个自信，跟一切众生的自信，跟树木花草的自信，跟山河大地的自信。也是同一个自信，啊，跟鬼神的自信，
乃至于跟无间地狱的自性还是同一个自性，没有第二个。这是真实之极，这是真理呀。苏超有曰：“沉竹而亲，反背而向，月三起于一念，其诸分诸圣于片也，志在妙用啊！一不可得而思议者，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。”这苏超对于《弥陀经》的赞叹：“沉竹而亲，竹是无住我实。我们现在所处的，坐卧到极处了。我们如何能够沉竹而亲？把这个坐卧沉淀下来。现在大家用自来水，其实自来水有染污，有些化学东西在里头。中国在过去抗战期间，那个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，没有瓦斯，没有自来水，居住在城市里面要买水，有卖水的，在河边上挑水到城市去买。那水当然有染污，水放在水缸里头用什么沉淀呢？用明矾。用明矾放在里面，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都沉淀下去了，清水上来了才可以用，这叫沉清。那现在用什么呢？用阿弥陀经，用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定下来。再举这个例子，沉竹而亲呢，我们的清净心恢复啊。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个本子，无量寿经叫大本，说得详细，弥陀经叫小本，说得简单，里面的内容完全一致啊，所以同属于一部经。反背而向，向什么？向自信呐。背呢？背是违背自信。最明显的，举个例子，自信的信德，在佛是无界。在中国传统是无常，人必须要遵守的，要做到的。无常是仁义礼智信，仁者爱人，义者循礼，起心动念要合理，要合情，要合法。三面都顾到，这叫义。待人要有礼，处事要有智慧，
人与人之间要讲信用，仁义礼智信五德了，这是相啊，相着，现在完全违背，违背就是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在今天的社会啊，我们怎样能够反背而向，沉着而行，全靠教育。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是圣贤教育，现在教育完全是背齐与自信完全相违背的。啊，自信本善，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现在完全是向着恶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。啊，什么叫善完全不知道，不懂善是什么意思。啊，恶呢已经养成习惯了，他不以为他是恶。这个事情很麻烦的。啊，这一种违背信德的教育，西方人兴起的，教了400年了，把社会人心都教坏了，现在要把它反过来，谈何容易。啊，中国古人有2句名言，子不教人心坏了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今天家没有了，社会当然乱。啊，小孩不教仁义礼智信了。啊，伦理道德完全不教了，人心坏了。人心一坏，一切通通坏了。大问题啊！啊，这些年我们讲经教学有时候啊提倡这些事情，响应的人不少，来问我的人很多，从哪里做起啊？不能够齐心协力，这个事情没指望啊，这一桩事情得从头来起，像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，从落叶圆圆无比丘开始。啊，人力财力物力要集中，办一个学校培养老师。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搞，搞得到很热闹，一个也出不来。啊，那造成负面的影响，什么影响呢？传统文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要给人这个影响的时候，中国传统文化就灭掉了，那个罪多重。啊，所以要舍己为人，能够牺牲自己，啊，成就这一桩大事业、大工程。绝不能顾及自己的利益，啊，自己的名利那肯定坏了，你在做灭法的工作。但今天的事情不容易做，要真正觉悟啊，真正有使命感呢、啊。
啊，自私自利，那只有失败，不会有成功。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我这么大年岁了，每一天想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些方面我知道一点，我能说，我不能做了。啊，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。只是说说而已啊。啊，希望听的人啊，能真听进去，能真好好的干。啊，一切希望呢，在大家。啊，大家不要靠我，靠我就完全错了。啊，我做事情的年龄过去了，啊，87岁了还能做事。古时候70岁就退休了，啊，哪有87岁还做事？没这个道理。啊，这能奖金就不错了。啊，所以我除了奖金之外，万元放下。啊，这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还有国内国外有一些人用我的名义，我听说组成一个什么社团的团体，啊，还到处建道场，里面还建房子要供养我，说我一定会到那去住，全是假的，全是骗人的。希望大家不要受骗。啊，我不可能在哪个地方住，我就住在香港。我哪里都不去，我在这里住个小房子，我很满意。啊，心满意足。一无所求，啊！现在只求往生净土，啊！这个之外没有我所求的，啊！我哪里也不去，我什么都不会做，啊！所以大家不要给钱给我，给钱给我，我还得动脑筋给你做什么好事？你不给我，我没有事。好事不如无事啊，无事是真正的好事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啊，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简单。啊，我们有一点小土地，自己种菜。啊，基本蔬菜不需要买。行了，很好过，日子好过。啊，认真听经，把经真正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你功夫就得力了。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对于经教不了解，你的疑问很多，你的妄想很多，你的杂念很多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啊，读经听教好处就在此地，帮助我们沉着而行，反背而向。啊，听经的好处就在这两句。啊，约三起于一念，三起是三大圣起节，一般修行要这么长的时间。念佛的人就是一念，一念阿弥陀佛，起诸身于片也。诸圣是菩萨51个阶级，我们跟等觉菩萨平等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跟他平等，所以志在妙用啊，妙不可言啊。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，啊，这是莲池大师
在弥陀经疏钞里头所说的。啊，放在这一部经管用，它同一部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